么时候睡的？我凌晨三点四点他们还在发邮件，我有时候说回，谁睡觉了，然后睡醒来又看了一下，反正各种会议从说找场地找赞助，然后说找到6000块人民币的赞助了，非常少，不行，我们不要，太少了，在国外这是赞助嘛，对吧？然后到后来说4000都要了，因为。你这个有点没有，就不就是说，就是在中国，其实有就两个国外人在中国要搞个国际性会议，其实有人能赞助，其实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谁认识他？So we were gonna host the Jing Dodgers and the Yue Dodgers. Maybe we will host it in Hong Kong. Yeah, look forward to it. 太，你们中文的文化都融入进去了。我看到他们 logo 的时候，我惊讶了。以后我们的 logo 如果有车牌，我能自选的话，我肯定选就 XJS。好，就。先以掌声感谢这两位创办人。Yes, thanks, Green and Troy, for your great job to hold this event. Thanks. 好，讲完了啊，到我。哎，怎么切过来？好，之前看还有我今天早上都听了，对 low 的 jazz 这一块好像他们没讲，哎呦，很开心，可以就不用怕被人家。挑战我就可以讲，随便讲一下。大家听得到我口音是来自哪里吗？good 好。然后我这次因为国际性会议嘛，我也尝试一下，看到邮件没有？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我就调转了。我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我尽量这个 PPT 就这么过。虽然我英文很差，但是。我不会讲，写还是能写一点的。然后这次主题是在 Low Jazz 上踩过的坑，然后他们普林说翻译坑很难翻译，我怎么翻译？他说陷阱，不过陷阱还不如坑，我们说惯了坑就直接用坑了。他们看到肯定是陷阱，不是坑，表达不出来。然后我是谁？然后原来在淘宝，现在变成阿里巴巴数据平台，然后花名书签，真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然后我来自西洛社区，然后我的 GitHub 很重要。像大家为什么我的 Google 搜索引擎做得很好？因为我在 GitHub 上搭了我的博客，搜 LoJS 在中国地区肯定能搜到。你加上去，下次找到的是你。然后。下面就是微博 Twitter 如果 Twitter 大家 at 我的话一定会回复，如果是微博的话不一定。然后这是我在2012年讲。好，有个问题，大家有谁有这件 T 恤的，我再送一件。哦，还有两个人有啊，全球只有40件，10件已经销毁了，因为Windell说这个太敏感，他接受不了，然后我们将它销毁了，就全球派了40件，有了大家收藏好了，不要再穿了，我都不敢出去了。然后说回我主题了，就是我们说这次是坑，然后我对 No 写了两年多了，然后踩过很多坑，我开始是看到就像新手一样，经常去上网问。哎，肉这有什么好处啊？它的嵌套怎么搞啊？好像很多异常捕获不了，安静程，等一下异常没捕获死掉怎么办？我线上要很稳定的服务的，就各种以为有坑的，然后就想要开问人家经验，这个怎么避免，那个怎么避免的，然后发现其实要不开了，肯定要去踩，肯定会遇到，你要开了踩到另外一个，然后后来越踩越爽，然后就踩。就想着找坑踩，然后就这么过来了，然后会经常去 GitHub 上看人家提交的更新，他
他是怎么发现坑，怎么修复的？然后我有看，不过我以前是很少回复，因为怕说中文，然后跟别人为什么你说中文？就真的有第一次提交的时候写了中文，他们说 Can you speak English？ 然后就这一两年来，我就这个过程了啊，就标题就好了，千万不用看，因为没翻译，不好意思。然后我这次我会讲三个坑，因为只有三十分钟，尽量以十分钟讲一个坑。有个问题，有礼品吗？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好，能送个礼品。这三个坑就是回调函数会被调了两次，然后延迟无端端多了40毫秒，然后 MongoDB 用得很爽，但是里面的坑很挫。然后回调函数被调了两次，然后很难想象，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会写的这么低级的 bug，明显是 bug， 我怎么会写出来？不可能，不是我写的。对，然后大家应该有这样想法的是，就是说有人要指出你这有 bug， 很明显，不是，没有，不是我写的。真的吗？是不是真的吗？谁有这样的保证？我写的很多坑，就很低级，都不敢说的。然后。这段代码来自大神 TJ 的，对，这里就有问题，大家如果能发现这个坑在哪里的，我们送一个非常高端的礼品，是那个无限路由器，迷你无限路由器，对，有没有人能在一分钟之内找到坑在哪里？老赵找不到你就丢脸啊，就说。有可能其他的坑吗？好了，不行，内幕了不行。有没有就现在能发现，马上想象了？有没有？ Can you find the trip in the coding in 1 minute? Yeah. Just 1 minute. 我知道。We will give you a gift. 哦，有一个。哎，这位同学怎么说？这个代码呢，可能会出现两次回调。为什么？因为是 try 里面，如果出现错误的话 ，catch 会回掉一次，然后你异步返回的话，可能又会触发一次那个错，下去。哦，有个，就是这个 FN 里面如果有个 exception， 它就会掉两次。滚，送给他。啊，待会问我要啊。对，我跟你说 ，TJ 还没发现这个 bug。对，我们虽然提交了拉请求给他，但是他说我们写的代码很挫，不符合他的代码规范，不接受。你们写什么？写的好挫一团糟啊！他说，对，然后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把第一次 try 里面的这一个函数，他跑了个异常，会怎样？就被捕获了，然后下面就再执行一遍。然后你的 FN 里面如果做了。一些特殊的操作是不可以被执行两次的话，那你的 bug 就隐藏得很严重。我们当初应该是一个统计的 bug， 我们发现经常会请求一次被统计了两次，找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就是然后想 TJ 写的国怪不可能有 bug， 肯定是我们自己的 bug， 然后花了一周时间全部拆完一行行代码去执行，发现不是我们吧，然后就是这样，如果你的 FN 就会被触发了两次异常，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发的拉请求。确实我们第一次发的是很挫，没有按他的代码规范，然后为了这次演讲我重新按 TJ 的代码规范写了一遍，很漂亮吧。对，就是说从这个除了这 bug 之外，我就这一次拉请求，我就学到了从那次以后，谁的项目，他的代码规范他说了算，就算他写的代码规范我不接受。代码还有 bug？ 给点面子，对，国际性的会议。啊。你回 FN， 他不还是掉了一
对，那个不是我的，那个还是 TJ 的那一行代码，我只是解决下面那一行，对吧？所以嘛，还可以，他还没接受，大家还抢。所以他没接受呀？不是，不是，他没发现这 bug 所在，他只是说我们代码规范不合约范，他没看到代码。因为还有错，所以不符合正确代码。啊，好，好。看这里，所以说嘛，写代码好难写的，特别是演讲的，对，随便写几行都有错误的，真的。我试过写两行代码，有三个 bug。这个教训就是不要捕获回调函数里面的异常，就它是回调函数，千万不要 try catch 它，就让它直接返回。你要捕获刚才这段代码，其实说 try catch 就为了那 JSON 反序列化，避免它错误才捕获的，其他的都移出去就好了。然后讲完了第一个坑，大家你。有没有想象你的代码里面有没有这样？估计肯定有。然后第二个翻译还是不行，写多了一行。然后就是，大家知道知不知道 Node HTTP Agent 这个它的类是不支持 Keep Live 的？哦，错了，我忘了调查。有没有写过 load 的？有的，举个手。哇，太好了！我参加了魔会最多这一次。上年参加 QCon 也是100多号人听了讲座，我问有多少人用过 load， 前面一排举了手，后面的都不举了，然后讲到一半他都走了。所以。我就为了实现 Keep Alive， 然后就自己写了一个 Keep Alive Agent， 然后就支持我们认为的 Keep Alive 就是一个连接连上去了，它是不会断的，直到你的超时它才会断。然后结果我很开心，因为我本地测试用 Mac 测试，性能快了很多，快了3毫秒，然后就很放心的跟人家说我可以发布到线上。马上是生产，性能提高3毫秒，我们节省了3台服务器，然后上去了，上去之后 ，PE 就说不行，你这个慢了40毫秒，我崩溃了，简直说，我测了3毫秒，你说慢40毫秒，然后不相信，然后上线 debug， 发现确实是这样，然后好丢人，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做了优化，竟然还慢了。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 KubeLive 都没有了3次握手，都没有建立连接过程，为什么慢掉了？不可能，肯定服务器有问题。你建议它换成 Mac， 对我肯定 没问题。你线上用 CentOS 还是4.6，吓死。然后这就是我的模块，然后大家写的模块。会像我这样加个 test 加将代码覆盖率，还加一个 use case 没有，然后跳过了，然后就是要找这个 RT 增长了4毫秒的原因啊，还好有 Google， 如果大家被还搜百度或者360搜索，肯定搜不出这个答案，因为我搜的是英文，然后我就关键词很两个就是。40毫秒的延迟，我就说这一个，那第一页肯定是能找到答案，然后突然间就冒出一个，英文怎么读什么 ，Lingo Lingo Lingo 上吧，然后它就是有个 TCP 延迟的确认，然后跟，因为它我用了最精确的关键词40毫秒，这个关键词非常有用，就40毫秒，然后它的。内容里面就有这个关键词出现，然后点进去看一下英文，很快就解决了。然后就说，只有这种写法是，你访问发一个请求的时候是 why with， 然后就会有一个延迟的确认，要等到延迟确认超时之后，才会把第二次的 why 数据发出去。
然后，对，为什么是四十毫秒，而不是一百毫秒、一毫秒、两毫秒，那四十毫秒？然后就也跟着找，然后找到就是 Red Hat 里面一个文章，就说到默认是四十毫秒的，我们还可以改成一毫秒。改成一毫秒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就跟 PA 说，然后改一毫秒，他说不行，这个内核参数不能调。好吧，继续找，然后找的话，肯定先要我在本地能重现这问题，然后我就写了一段代码，这个是服务器端很正常的，就是接收个请求，等他请求完了，然后我就打印一下他的时间，很简单吧。Hello， 我记得 Grant 在之前深圳的会议上就写了这一段 Hello World 的代码。Grant， do you remember you saw this hello in 深圳？对，当时他在全场说啊哈哈，下面没有人笑，因为下面人都不懂 Node.js， 然后他觉得幽默。我同事回来跟我讲说，笑死了他。然后这就是我客户端模拟刚才 YYWay 的一段代码。哎，这屏幕太小了，看起来很痛苦。然后主要是看这一段，我先写一个，然后再下一个事件 IO 时候再写一个，因为如果你连续写的话，因为它的 IO 事件没触发，所以第一个还不会发出去，所以你要等一个下个循环再发出第二个，然后就能重现那个四十毫秒的延迟的 bug。 然后我就是运行一下，我先将服务器提起来，然后执行这一个，然后刚才是打印服务器时间嘛，第一个瞬间就完成了，然后第二个多了那个四十毫秒，就类似近似四十毫秒的东西。然后响应也是，你看这一个和这一个的差别，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建立连接和获取结果之间的网络延迟是有差别的。哎，错了，又放四毫秒不三毫秒。然后当然有坑之后也重现了，也找到问题了，很开心，肯定是又可以发一个拉请求让合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在 GitHub 上，这个东西是很爽的，就像你去转发评论人家的微博，然后你转发窗景空的微博，他转发了你，哇，吓尿了，粉丝涨了100万，然后还跟他说其实我是窗景空的网友，然后就更加爽了。就这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就很快解决了，我们就一行代码就可以修复了。然后我们去弄文档，找了一个有一个 set no delay 的方法，其实就是我跟 Google 搜出来结果里面他说的方法一样的。然后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描述我找发现这个问题，然后找这个 bug 的一个整个过程，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下载 PPT 之后点击来看一下。然后主要就是这一步就设成初就行了，它就不会启动这个公司控制算法。然后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坑出现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还有定位它还有重现它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有可能经历从高潮掉到低谷，然后再找到一些自信心的过程。但是解决方法通常是非常简单，就一行。估计如果我不是写这个模块，我永远不会对这个方法可能去了解太多。然后第三个坑是 MongoDB， 大家都喜欢 MongoDB， 有比 MySQL 好用的地方是你不用去学一个 SQL。 然后我使用的MongoDB 原生驱动，还有桂林写的 MongoSkin 来连接 Mongo 处理库，而且这个 MongoSkin 现在在国外越来越出名，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为什么遇到坑，就是
我觉得我们用的版本太低了，人家都上了1.1.0了，我还在用0.9，有点差了，然后就觉得更新一下，应该有性能提高，然后就更新上去了。虽然查询超误、更新操作都很正常，但是 CPU 在报警 ，CPU 经常说占用率超过50%，超过60%，然后这是很悲剧的，找不到关键词去 Google。然后没有关键词，因为 Google MongoDB CPU load high 没有东西的，有的也是什么 C 加加的驱动啊 ，C 的驱动或者 Java 的驱动，也没有 Node.js 驱动有这方面的资料，一下子又没头绪了。如果大家用 Node， 在2年前、1年前不用，肯定很少人敢去用这一块的，因为没有中文资料，国外的英文资料写的人不多，然后没办法，这次只能靠自己。然后有些路径就是 CPU 很高，但是能正常工作，就代表着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挂了。不是所有服务器都挂了，要不然挂了肯定不能正常工作了。我就人工一台台去连，然后连到一台，有点问题，现象还是蛮明显的，就是连上了，你跳了它是能连上，但是这个标志大家跳了的话很喜欢会看到。突然间马上就被中断，连上马上被中断，连上马上被中断，这个是好现象，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呢？对啊，就为什么会有连上关掉、连上关掉、连上关掉？这个时候我们公司有 MySQL 的 DBA， 然后我的是 MongoDB 的问题，然后我就去问 MySQL 的 DBA， 这种情况在 MySQL 出现过吗？他说有啊，这种情况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申请权限吧，对吧？我说 MongoDB 要申请权限吗？他说是的，关于数据库的问题在公司是很高机密的，一定要申请权限。然后我就问，之前我一直都用得好好的，这次你的驱动连了一台新的服务器，然后新的服务器没有申请权限，然后说就是这个问题，它的 ACL 就是用网络控制的模块，它就是如果你的对的服务器没有进行授权，它就一个软中断，就是你连上去它就会让你中断掉，连上去中断掉。而我们这个仲裁者是没有申请权限的，但是两个 primary secondary 是一直有权限，所以就会出现我们的现象，我们服务是正常的，但是会有 CPU 很高的情况。然后就验证一下是真的 ACL 导致的这个原因，然后我又用 Node 模拟了一段 ACL 的代码，其实很简单，刚才的现象就是连上了马上就被中断掉，然后这模拟模块很简单，你用 Node.js 才能写到这么简单的模块，要不然用其他语言估计也要引用一个头，如果是Java的话引用各种库，我就写了一个就是让它连上来然后马上中断，连上来马上中断，然后模拟代码也是很简单的，直接当作这个模拟的socket 是一个 MongoDB 的服务器，就配置一下，然后让它自动重连这个参数，然后就这样运行这段代码就可以模拟出来，然后上面就是模测试结果，他就发现拼命再重新连，每次都创建一个新的连接，到 CPU 肯定被他耗光了，监控一下 CPU 70%，就是这个原因，他拼命再重连，断了重连，为什么会这样？之前的代码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我更新到 1.1.0 就有了，然后 Google 不了，还然后这样定位到原因，也看到现象了，找代码是很容易的，就找它。我从 0.9 到 1.1.0 它变更的代码是什么，去 GitHub 上找它们的差异版本，就发现它增加了个连接词，而且会自动重连，新的特性，新的特性，然后就是这段新的特性将我的 CPU 吃光了。然后它的注释是很详细的，详细到可以忽略的注释。看这注释废了吗？自己说自己下面说的做的不是一样的，可能是给不知道给谁看。然后这个代码大家先看一下吧，我们上代码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只要连接打开了，它就会放到open 的连接词里面去，就发现这个等于池子的 size 的时候，它就说全部连接都建立完了，如果小于池子它就会再建一个，所以就是问题就在这里，像看上去好像很鲁棒性的一种代码，就是说它帮我们自动重连，死掉重连，死掉重连，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是确实是很好的一个实现。然后但是它的触发 close 的时候就会将我们死循环，有一个不是 for 或者 while 造成那种死循环，而且因为这里当初是跟外国人交流的，所以一直用英文跟他交流着，后来今天来讲之前，昨天晚上说想将它翻译成中文，然后突然间傻眼了，这段英文好难翻译成中文，然后就不翻译了，然后就最后一句就还是能翻译的，就这样，就导致了一个死循环，不断的 open close open， 像这里 close 的时候它会触发一个 close， 然后这里 stop 就会将这里上次那个将它退出来，然后发现这里永远都是小于这个词，它永远就建一个，然后这边建完，刚才现在是一 connect 完就 close， 然后又 close， 又它又 open， 然后这里又 close， 这里又 open， 这里又 close， 然后就这个现象就像这刚放 PPT 一样，放眼都花了，然后就代码也找到了，然后现在就是。怎么修复？大家看好，怎么修复？等你来修复，我修复不了，因为 MongoDB 这个驱动的代码确实不是给人看，然后他写那么注释，可能就是像我这样，连看完注释之后还是看不懂的代码，就是这个模块是，现在依赖，如果你用 MongoDB 肯定是依赖它，没有别的选择。然后我之前尝试帮他 fix 了一个很小很小的 bug， 然后他们的产品经理第二天就给我发了封邮件说谢谢你为社区的贡献，要送我件 T 恤，然后我说我只加了一个什么 option 的参数，没必要送嘛，我说很少有中国人提代码，所以说先鼓励一下。好，有三个坑，好像瞬间就讲完了。然后不提大家没有怎么遇到过，因为我一开始是很怕这种事情的，但就刚才看到我的过程，就是我遇到坑，我提接拉请求，然后对方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获得也有很大收获，就提前不接受，要代码要规范不规范，不规范不接受。后来我在 TJ 的所有项目里面提过三个拉请求，还有一个通过的，然后我开心了三天，很难得他会看得起。然后这个总结就是，
通常解决问题是一瞬间的事情，然后发现问题、定位问题、重现问题，重现问题是最难的一部分，可能有可能耗你两个通宵，从早上耗到明天早上，还没搞定，回去睡着，经常现在看微博，睡着睡着，很多人想到各种解决方案。估计我们程序员可能就是睡得太少，所以越来越笨，因为以后我们多睡一点，对吧？对自己也好，对这个社会也好，贡献很多。然后下面就是我的总结，就是这是鲁迅那里抄的。马路上有天梯挖坑才能多了，也变成高速公路了。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分享了，你过了两天，你的项目里面遇到我这三个坑，其中一个坑，你会非常高兴，哇靠，瞬间就搞定了。然后又讲到这里了，刚才英文翻译不了中文，现在中文我真不知道怎么马路上天梯挖坑怎么翻译成英文。玻璃罩人们现场一句，就是说英文好的人就是可以直接交流，我们英文不好的只能网上交流。玻璃罩也有困难吗？中文博大精深，不可能翻译的。然后好，就这样，真的很快啊。我很喜欢就是这样结果，因为 Node.js 写这个的必然会写，然后 JavaScript 很受到最好的 debug 工具。谢谢。